不想动，看着荧幕下的脸孔，有个陌生人只剩不够一分钟。他拿着一根刀锋，扮演着一条龙，他带着一点笑容，演我平凡的梦。到底他的名字，他的生活普通不普通？见陌生人比我偏跳动，漂亮我还带来笑容，紫陌天地总成为我的大英雄。他能够让我感动，谁管他红不红，他知道自己有用，谁管他穷不穷。到底他的过去，他的未来，成功不成功？觉得宽容，我的头痛不再痛，只能够深情压制无空。苦痛说了没人懂，爱也没有用，我依然很有用。我想什么没人懂，没有人歌颂，就永远被感动。不知名的月圆，不管有没有观众。Thank you. 哇，两个咧都能够通过呢个考验，但系现实咧真系残酷噶。系啊，现实都要面对噶啦。我哋睇下咧，两位都唱得咁好，拣边个咧？哇，系两个高手对垒啊，非常之精彩啊！相信啲评判都非常之头痛嘅呢个时候。好啦，首先系黄志伟先生嘅票数。啊，系非常之紧张啊！我都话高手。五号，啊，系一票啊，跟住胜利小姐嘅票数五号，二比零，哇，系紧张啦，蔡叶恩先生，究竟佢有得留低你四号，二比一，二比一，啊，挽回一票啊，好，方晓红小姐系四号，又系摆你上台啦，好紧张啊！No！ 有结果啦，咁冇办法啦，郑嘉诚咧就要被勾啦，五号就可以晋级啦，恭喜晒周志文，真系斗到难分难解啊！好啦，我哋睇睇个 chart， 而家六强真真正正。